杨紫由童星出道就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小女星，在最近这些年更是在娱乐界混得红红火火，自带光环的流量女王，虽被吐槽整容脸，这颜值也是越来越高。由她饰演《欢乐颂》中的邱莹莹，大大咧咧，还总是犯二，演技爆棚的演技实力圈粉无数影迷。仙侠剧《白蛇传说》这部剧的剧情也十分丰富精彩，演员颜值演技都双双都在线。遗憾的是没看到最终的 BOSS 大结局。另外一部热门大型仙侠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也在这个暑假上映，和上一部仙侠剧相比，这部剧的人设也是最初懵懵懂懂不安人事的精灵古怪的丫头，遇到男主直接开启甜蜜暴击。高颜值的杨紫和邓伦组合 CP 也是全剧最大的看点。邓伦在这部剧中是专一又深情的霸道王爷，这部剧开播就备受瞩目。相比《白蛇传说》的吐槽造型，这部剧的人物服装造型简直不要太美，背景也是精美绝伦。杨紫精美的五官很有气质，非常养眼。杨紫把傻里傻气、呆萌可爱的锦觅仙子演活了，这个角色简直是为杨紫量身打造。不同于《白蛇传说》，这部剧杨紫演出了仙气，众多的吃瓜群众都非常看好杨紫和邓伦 CP 组合，剧情的更新也受到了观众的高度关注，期待着护妻黄某撒糖。男主爱锦觅更胜于自己，奈何命运弄人，天道不公，旭凤的母妃却是锦觅的杀母仇人，锦觅旭凤宿命注定相杀或虐，不共戴天。香蜜沉沉烬如霜剧照首次发布的时候，人气小花杨紫可是惊艳了大批吃瓜群众，网友纷纷表示这大概是史上颜值最高也是出糗最多的仙子了吧。魔界男扮女装的二公主刘英，豪爽大气英气的外表实力圈粉无数，网友纷纷表示陈玉琪比杨紫更美。